次的这一部车是 Honda 的西亚力的个油电的小跑车。我很惊讶，我有3秒5啦，第一圈就3秒5了。今天我们刚刚下了龙潭这个跑道来跑的时候，我们把它开在这个 Sports 档上面啊。我们在一下场的第一圈就可以跑出大概这个1分3秒5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让我非常的意外哦。我重新进入这个维修区以后，把胎压调整，然后把循迹系统啊、防滑系统把它关掉，再把冷气给关掉。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才出去跑的第一圈，我们就会跑出1分2秒6，非常非常优异跟非常好的一个时间啊。这个时间呢、是非常令人惊讶，因为我们并没有想到说这样子一部油电车可以做出这样子的成绩。那我想这可能也是油电车在这个赛车场里面做出最好的一笔成绩。所以说今天的整个时间可以归功于在说这台车子的这个跑车的这个造型哦，这个跑车的底盘跟整个这个非常优异的这个变速箱。所以说这台车子把它拿来当运动化的使用的时候，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性能。CR-Z 在国内市场的对手当然就是以丰田为主的，像 Prius 这个系列的，对，那像 Lexus 有 CT200H 类似这样子都是油电车。但是如果是以操控性来讲的话， CR-Z 它其实是比其他的对手好很多的。